你就是那个帮孕妇勇敢接生的女医生吧？我还不是医生啊。哎，你这人比照片好看很多哎。谢谢。哎，你们店现在在网上很火嘛？我看很多人都在转发哎。所以我今天带男朋友一定过来看看。好，那你看看你需要点点什么？啊，哎，我看网上很推荐这个卡布奇诺哎，帮我来一杯好了。好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可能不能为你下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小宝宝了呀，咖啡因的摄入会对胎儿有所影响。不如我帮你点一杯柠檬雪梨汁怎么样？我偷偷的给你打五折。我都忘了你是接生过宝宝的人了，谢谢你了。稍等。肚子开始有点显了，之前的婚纱恐怕有点不合适了，得拿去改了。好。哎，我们之前订的蜜月去欧洲，但是我之前看了一篇攻略，说日本很好玩，要不我们去日本吧？你开心就好，去哪都行。哎，还有啊，你最近好久都没有看你父母了，你们都快要结婚了，哪有不和父母多走动的？要不等一下我们去看看你爸妈？好啊，我跟他们说一下，安排一下时间。小姐，你的果汁来了，让你们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，这位就是我刚刚说的我的男朋友，我们马上要结婚了。祝福你们。哎，一凤，这个就是网上很火的爱心女孩，之前你还说不看照片。本人是不是很可爱，而且还很贴心呢？真人真的很可爱，幸会幸会。我先去忙了，你慢慢喝。哎，之前还说不看照片，怎么这回就看直眼了？哪有，这辈子看你就够了，还用看别人吗？讨厌。哎，你说你那个婚纱准备怎么改了？啊。是这样，之前我们不是看了他们那个新款吗？但是现在它有点小了，然后呢，我想在改它的基础上，我们正好换了另外一个款式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哎，天使妹子，这怎么了？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怎么一会儿这样了？客人在等着呢，赶快替他收银。哦。正好改完之后就是我喜欢的款式。你好，你是不是上错了？我没有点这个。这是我们店的限定特饮，刚才我们店员打翻了您的果汁，这是我们的歉意，免费赠送。没关系，我们不在意。哎，一峰，别着急走嘛，限定特饮，哎，尝尝看啊。那你喝吧。先生，您的太太正在怀孕。不能摄入咖啡因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又咸又苦的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杯咖啡叫做少女的眼泪，在手磨的咖啡中加入了北海道的海盐，微微的苦涩中带有一些酸咸，就像少女流下的眼泪。我来这喝咖啡要的是甜蜜。你给我调这种咖啡是要败坏我的兴致吗？我们不是要败坏客人的兴致，而是要时刻提醒客人，不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伤害别人，让别人流眼泪。一峰，你别生气啊，咖啡不合胃口，下次我们不点就好了。行，但你要知道，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让别人流泪的。笑容永远比眼泪更值得让人留念。带好你的东西，请慢走。买单，走。一峰，林梦楠，
你可不能再哭了，你也太没有出息了。谁上次说再见到渣男就徒手撕成一万片的？嗯，你给我振作一点，嗯。